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鬼。我们今天来玩一款手机的新游戏，那这款叫做 Game of Dice， 游戏骰子还是骰子游戏都可以。那这是一款有点像大富翁的游戏哦。那它跟平常的大富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用买股票，然后地图不大。那它主要就是有一些卡片，然后有一些骰子的技巧跟一些角色的能力。对，它比较像是速度比较快的大富翁，然后有一点战斗的感觉哦。那这款游戏呢，画面非常的精致啊，我是被它的那个动画还有它的画风给吸引来试玩看看哦。那这个是由韩国公司做的，那目前是国际版，就是这个游戏中呢，各种国家的语言都有。那我们这完全中文版啊，完全中文版，然后可以跟各国的人对战，这算是一个对战游戏哦，大概都是三个人互打，然后或是团体战。团体战我还没玩过，可能是二对二吧。那我昨天睡前稍微玩了一下下，然后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今天来介绍一下。好，那我昨天刚玩了一天啊，现在第二天，然后一样是每日签到。那我这边呢，它每天都有一个不同的 buffer。那这今天就是有一个黄金牛会倍率增加。那我这边刚穿一个角色，那叫小英。那我们直接玩给大家看哦。我本来想说要就是正式录的时候，我再取个欧尼的名字，再取个鬼鬼的名字。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就用这个账号先来试打一下。那它的战斗方式呢？它有分四个阶级，那我们这边算是新手级，那有初始道具啊，会有一点小优势啊，增加一些初始的钱啦、啊，然后增加一些道具的感觉。那还蛮多角色卡的、哦，那角色卡要抽，对，就是要抽。哦，那角色卡会影响一些能力，不是能力是不一定会发动，它是几率性发动的，所以还是会有差，角色还是会有差。好，我们这边跟两个韩国人对战，哦，这是台湾跟韩国的国家之战了。好，那我们这边加油，他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强，他们都四星角色，那我这个是初始的主角，他一开始有两个种主角，一个是这个男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啊，女的看起来蛮可爱，她是包包头，她叫玛丽的样子。好啊，这个四星的角色看起来就比较强一点。好啊，这是很像博士的家伙，科学家博士。那一开始我们会有三张卡片，那他这个卡片呢，我们是可以自己做牌组的组合哦。初始的不晓得能不能自己选，不过它后面的牌组有六张牌组可以自己选哦。那它这个黄金牛有点像全体 buffer 的感觉哦，它可以增加你的房屋，所有自己的房屋倍率都会增加，那个全体 buffer 还蛮猛的。好，那我们这边是最后一个行动的啊，哦，它好衰哦。好，它有一个幸运之路跟一个苦难之路，有点像机会命运。那一个全是好的，一个全是坏的。好，还没轮到我，终于轮到我了。那我们开始会，它会建议我们先用这个瞬间移动。那瞬间移动会随机到一个地方，然后马上占领那个地方。那这游戏占领东西都是不用钱的、哦，空地直接拿到。那左上角越上面的那个地会越贵啊，跟大富翁一样，就是越后面的地会越贵。那不晓得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玩的关系哦，我们台北的地居然是最贵的。你看我拿到，我上面有一个拿到绿色的那个就是我的地，对，最右上角那个是台北，台北的那个房价最贵啊，居然比纽约跟巴黎那些都还贵耶。好，不晓得是因为台湾版的，我们这边台湾的关系哦。也许每个语言的那个版本，它的城市最后的城市可能都是他们的祖国家哦。不晓得有没有那么贴心呢？我还没切换过语言系过。好，那我们这边呢？在应该快换我了啊！刚刚有人中监狱哦，被关到监狱。好，那有人进入苦难之路。那前面这一二三步都是不好的，那他四五六才能逃出来。啊，这边有一个迷你游戏。这是这个地图中唯一的迷你游戏，要猜硬币。那要猜跟要猜对手放了什么硬币、啊、猜对了，猜到月亮。好，不过这个基本上还是到达那个迷你小游戏的人有利啦。人家猜对的话钱给的不多，那人家猜错的话钱赔的比较多。对，算是还是不错啦。好，我们这边用的技能，我们进到幸运之路了。
这里面一二三都是好东西。然后一步 ，OK， 一步中的是彩票中奖哦，直接给我们1亿。我们一开始初始的钱只有2亿，然后我们这边直接赚到1亿，还不错。好，那这游戏一样是要想办法让人家破产。那这个游戏，它的速度比较快，那一开始就是尽量多占一些地，然后赶快去踩到起始的点，因为踩到起始点的话，你的所有房屋都会升级一级哦。对，不像一般大富翁要踩到自己的地方，然后才能升级哦。那这个直接可以直接全体升级，所以这个行动力还蛮重要的哦，就是跑越快，一开始跑越快，然后占越多地还不错。好，我们踩到一个占领都市的地方，哇哇塞，这个我们会随机到一个空地，然后直接占领那个地方，而且把它升级到最高。所以我们那个城市踩到它就扣1亿哦。扣1亿9，哦，踩到他们几乎就快破产了。好，这边初始的场优还不错。好，那上面的话，上面地我们占了一半，红色也一半，蓝色也一半，算是势均力敌啦。上面这些自己块地比较贵。好，我们踩到了黄金牛。今天的话，黄金牛的倍率多增加一倍。它原本的话是自己的房屋倍率增加 1.5 倍哦，那现在变成 2.5 倍，所以直接踩到的话，踩到左边，我那个房子应该就4-5亿了吧？踩到那个他们就破产了。这个算真的还蛮快，然后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很快就破产，还蛮危险的。好，9。哦，踩到了，有人踩到了，1亿多，呵呵，快破产了他，剩4000万，哇，被接管证明了。这个游戏呢，一开始会给你一张接管证明的卡片，那你踩到别人的地，然后没有破产的话，你就可以用那张接管证明把他的那个地直接抢走，而且不用花钱哦。那不过只有一张，然后如果一开始有买道具的话，会再多一张。那如果你一开始是第三个行动的话，也会再多一张。所以一开始应该最多3张吧，应该是这样子，可以拿到3张，啊，可以拿走人家3块地。不过如果你在那时候破产的话就没了哦。好，有用捕获，捕获可以把你敌人前面2格的敌人抓到你的位置，然后他会马上扣钱。如果你踩的是自己的地的话。不过他这样才扣了4000多万呢，好像没有什么用哦。才扣4000多万。好，我们踩到国税局，哇，最讨厌缴税了。那这个游戏呢，骰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丢到2颗同样的骰子，就是我们刚刚丢5跟5嘛，就是2颗都是同样的，那我们就可以再骰一次。那下一次如果还是2颗同样，可能22或33，那又可以再骰一次。那最多骰到第3是同样的话呢，你就会被关进监狱。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觉得你出千吧，作弊有没有？一次骰那么多次同样的，你就被关到监狱里去。好，可惜这边没有踩到想要的地方。本来想说赶快跑到后面去，我用3颗骰子赶快跑到后面去。好，那踩到了一开始的地，我一开始的地比较便宜啦，那个便宜，他居然还接管哦。哦，这种便宜的地他也拿。一开始的地才几千万而已，非常的少。好，那这个一样是有同色加倍，你看那个板块下面其实有颜色，一圈颜色哦。那我那边有一个投资机会哦，我们这边可以投资，用金库的钱去投资，然后投资的话，我们这个房地产倍率就增加2倍。那我们现在在游戏前呢，游戏中的钱跟金库的钱不太一样哦，游戏中的钱只会拿2亿。然后有些投资要用你金库的钱，有点像账号的钱啊，这个算是游戏币，它的游戏币叫 Joy JOY。对，那我们游戏中的钱呢？这边会用到金库的钱跟游戏中的钱。那游戏中的钱破产的话，就算输喽。然后这边想要捕获，但是捕获只能绑前面的人哦，必须在前面。我想绑后面蓝色的就没办法绑。好，我们这边来到一开始的地方啊，我们来投资哪一个好呢？4倍好了啦，还是2倍？好，毕竟我们这个一开始的地比较便宜啦，所以倍率增加也不会太贵。回籍，
可以扣别人的钱，抢夺别人的钱。好，那这个游戏呢，它是全日文语音诶，这个日文语音大家应该听的还蛮多的，应该还蛮习惯的。那我觉得还不错，它语音还不错，然后音效也还不错，然后美术还蛮猛的，美术还蛮华丽的哦。好，那我们这边呢，有人就中监狱了，好衰哦，他好像第二次关进去了。好，五啊，刚好踩到重生点，没有特别的好处，对，刚好踩到就没有特别好处。那这个呢，可以跟别人抢夺他的钱，看他房地产有多少，我们就抢2800万，好少哦，这张卡好少哦。这卡片其实影响还蛮多的哦，你卡片还有等级啊，卡片等级越高，它的效果就越好。好，那这边剩余回合数，它每次战斗的回合数是24回合，然后每次回合可以抽到一张卡片，那这卡片是抽你自己牌组里的卡片，那刚好抽完6张，诶，就结束了吧。诶，一开始只有24吗？还是27？忘记了。记得，就是把卡片抽完就结束了。啊，踩到别人的了。这个不知道多贵。哇，1.9亿。好贵，我们这边把它接收过来。我们把它变成自己的地。1.9亿，超贵。好了，我们抢过来之后呢，我们绿色地越来越多了。那如果这边破产就抢不到了。破产就破产了。好，蓝色的哇，蓝色也去投资，变成8倍了。好，我们这边哇，前面好像有点危险，我们多塞远一点。哇哇，中了，惨了，破产了，破产了。那破产这边可以贷款，那贷款你可以花5000万，花你的金库的5000万呢，可以再活过来一次。那一场游戏中只能贷款一次。糟糕，我们钱只剩5000万了。我们刚刚中的那个好像10几亿哦，超级惨。好，哎，有人中了绿色的，这个好像只有4亿左右吧，4亿吧。好，有了，这样我至少钱有多一些了啦，比较不容易破产。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下，我们因为大家的房地等级都变高了，那就是很危险，不然踩到就惨了。好，那我们这边投资应该就不要再投资好了。那这个游戏呢，骰子是可以控制的哦。你的骰子呢，如果它按丢骰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集气的地方，那每个角色的那个骰子控制的发动几率会不一定哦。有人踩到了，踩到7亿啊，6亿多，6亿。哇哇，我的地被接管了，可恶。好，那我现在钱还蛮多，11亿了。好，哇哇哇！哦，有人踩到了，不过这个地3亿多，还不错，中3亿。好，你看那个肉啊，按着骰子按着的话，会有一个范围，对不对？这边级越高的话，7亿，哇，好惨哦！赶快接受过来。好险我们的钱够，不然真的就破产了。这次再破产我们就输掉了。好，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再动一次哦，太好了，有人破产了，对不对？有人破产的话，他的地就会变哦，直接买地就直接买，我们买到他最贵的地。我们现在那个地乘以30倍，然后可以收到的过路费是30亿，30亿，好可怕哦。好，那。我们这边用这个卡片的话呢，抢夺不动产。如果下一回合我们踩到红色的地，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过来，而且可以不用扣钱哦。好，我们踩到这个度假地，好，直接把它拿过来。度假地有点像大富翁那个车站的感觉哦，占领越多，它扣的钱就会越多。好，我们又可以再动一次了。好，又抽到一张，哇，纽约好贵哦，现在的倍率都变超高了。好，有人踩到幸运之路了，现在那钱好多哦。哦，好好哦，那可以到占领一座空都市。好，换我了。那我们这边慢慢走。好，你丢越小力，就容易走越低的步数啊。好啊，这个新手地就不管它。
好，那这种角色那种控制骰子的率倍率呢，几率大概是 20% 吧。我在这角色大概只有 20%， 那等级越高或是不同角色的话，好像最高有30-40% 的样子哦。你就可以比较容易骰到你自己想要的骰子数。不过它那个骰子数会有一个误差，就像你集满气，它会丢10-12格。那如果你不集气，马上丢，会走2-4步的样子。对，然后中间还有5-7啊，然后9-10吧，8-10还是多少？对，有这样的步数可以去控制。好，有一部分的机会可以自己控制，有一部分的运气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好，这边啊，经过一些红色的危险地了。好，富翁的象征可以让所有的四级都市增加2倍，不过这包括敌人的哦，敌人的也会哦。不要踩到我的，好险！好，差点就被他抢走了，幸好他踩到自己的。好啦，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红色地算还好，我们要放一下这个技能好了。好，将所有的四级的地倍率都会提升2倍。好，那接下来这个谁踩到谁就死定了。好，我们这个倍率是不是30几倍啊？26亿。现在他随便踩到一个4级的地都会破产，我也一样啦，所以有点危险，现在很危险。好，你这边小力骰，好，这边呀又收到一块地了，2亿，这个有2亿，加减拿一下，哇，他又到自己的地方，好险。那我们还有一点机会，还有一点机会，不要走3步就好。不要3步哇，2步 double。好，我这边可以再投资哦，这投资就变17亿了。好，好、哦、啊，这边太好了，我这边可以使用那个绑架。好，因为我这边可以再动一次，然后它在我的2格面，它在我的前面1格，所以我可以把它绑架过来，然后它就可以马上扣款，直接扣17亿，然后它就马上破产了呀，捆绑战术。这边还蛮幸运的，我、哦、这边赚了24亿啊！这边赚好多、哦，赚了24亿。然后，上面的投注金额也是我们会收回来哦。哇，好赚，好赚，好赚哦！像我们钱赚了哦，变成56亿了。好，然后啊，它这个也是有一些礼包哦。这个游戏呢，基本上付费的东西还蛮多的哦。那这个游戏币旧一币呢，它也可以换成游戏内的金币。那金币可以再拿去抽卡啦，或是买角色之类的。好，这个要10亿才能换4000的金币，所以金币还蛮贵的。然后旧一币就没有那么值钱，虽然看起来有46亿，但是其实还好。那这边也可以去用钱抽角色哦，高级角色。啊，这边也可以抽角色卡片。那还有技能卡，技能卡也可以抽。我技能卡比较贵，一张就要50亿了。然后它还有 VIP， 那左边还有一些推荐商品。那这个游戏呢，真的是大富翁在玩的感觉哦。这游戏如果花钱花下去的话，应该会花很多。对，所以有点可怕。这个我们还是当兴趣轻松玩一下好了。它有各种礼包啦，各种超值的奖品，超值的礼包。那还有一些首购啊，引诱你购买，第一次购买会比较优惠这样子。那角色，我来看一看角色。角色呢，我们这边都新手角色。那抽卡片的话，抽角色要30个钻石啊。那也可以抽普通角色，要10000块，一张要10000块。啊，10000块那种金币，金币我们现在也9万，现在只有9万。那这个角色有一些能力，那会有一些优惠啊，然后一些钱一开始的钱会比较多之类的，那会稍微影响，会有影响。角色等级越高，它那个影响范围就越高。哇，这能力差那么多、哦，5颗星的。哦，不对，这不止5颗星哦，这比5颗星还高2级，这是最高级的角色，能力基本上是3颗星的5倍哦。哇，都破百的能力。好，这个哦，这好帅哦，拿刀的黑玫瑰。
黑玫瑰，可是它为什么是斩鬼火？好，然后这个聪明的人，聪明，为什么我背后有一个鬼魂？被鬼附身吗？好，然后这个是哦，拿乐器的，好，摇滚的，摇滚的角色，很像 Sonic 索尼子。然后这个是科学怪人吗？奇怪的人啊，诡异的角色。好，然后这个呢？这个好像是格斗家哦，哦，林威，格斗家是男的还是女的啊？看不太出来。然后一个眼镜的妹子，她说什么？她会变身欸，柔弱的女子变身会很厉害。多尼亚，一个女警，为了逮捕恶党而来的女警。呵呵，好，然后科学家，然后科学家哦，好，沙伦。科学家，好，那角色目前好像就这些吧，八只还多少，还蛮多只的。然后他这个骰子呢，他骰子有造型，那这个造型呢，不只是造型，还会有影响能力哦。这个骰子也会影响那个我们控制骰子的那个步数，对，有几率可以控制步数。那越高级的骰子，它控制的能力就越强。那这边他要抽碎片，然后才能强化这个骰子。那这个骰子也会影响一些初始的钱啊，然后控制骰子的几率，还有一些优惠的那个倍率。发动几率就只有10几%，然后30几%这样优惠哦。资源投资资源，那这个骰子呢要抽碎片啊，那有各种的样式。那目前一样庆祝万圣节活动吧，它也是有南瓜，啊，南瓜能力好像比较高一点，控制骰子几率是20%，好，还有一些各种造型的骰子，好像是音译那种各种角色哦，是很像黑玫瑰的，然后就是 Sonic 的那个音乐的，还有电子风的，这个比较适合博士的感觉，啊，不过它没有专属啦，大家都可以用，然后技能卡。技能卡这边呢也是可以抽，然后可以合成。那技能卡，各种技能卡，然后可以自己组，然后你左边排组可以自己组合。那就只能放6张，那初始的卡片就那3张。然后，那卡片有的可以升级。那这边2颗星哦，这边比较弱一点，好像没有比较好的卡片可以用。好。那这卡片呢，还蛮贵的，要抽的话其实还蛮贵的。好，那它这个游戏有 VIP， 那 VIP 要用它钻石去充值。那看一下 ，VIP 好像会多一些优惠吧，储值的优惠，然后骰子，还有一些道具的优惠吧。哇，这种 VIP 的东西最坑了，如果你坑下去，那个钱啊，很花钱哦。啊 ，VIP， 而且它好像就是一周还是一个月，它就会重置了吧？啊，要花这个钻石买一些优惠，啊，算是包周包月的感觉啦。哇，这游戏真是大富翁在玩的啊。好，那个有新手、专家、大师跟大满贯。那这个要进入的话，你的钱要够，你的那个金库的钱要足够才行。啊，最贵的我们要200亿，200亿才能进去，好贵哦！我们现在才56亿，现在勉强可以去专家的地方哦。感觉专家的话就比较强。那这边有动画，开头动画，这边可以再看一次。我们带大家看一下他的故事好了。好大气，有没有？它的动画真的还蛮棒的，就像为了这个游戏做一个还蛮精致的一个动画。翻桌啦！有人翻桌啦！要开枪了！哇塞！是大富翁吗？我觉得好像可以出个动画哎。哦，妹子要变身了。她变身之后，哦，她是人造人吗？居然可以放电。然后这是博士，爆炸啦！科学家最会爆炸了。
黄金牛。有幽灵，就幽灵可以去偷看牌，有没有偷看人家的牌？大白字 ，Game of Dice。好，这是他的动画，还蛮热血的样子哦。那基本上就是一些人收到一张黑色的邀请卡，然后来到一个豪华游艇来参加这个大赛。那他这边呢，一开始，目前好像有一个兑换码可以使用。我刚刚看网络上的介绍，这边输入他的游戏名字 Game of Dice， 他会送你一个新手奖励，新手奖励礼包。好，这边按登录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就 success， 这样我们就成功兑换到了。不晓得会换到什么，你来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哪边呢？邮箱吗？邮箱是升级奖励，是我刚刚升级拿到的卡片，然后钻石跟旧椅。好像没有好，这个卡片不晓得是什么，高级卡片。哦，收取捐款。哦，四星的卡片可以直接去拿那个人家的被国税局抽去的税，然后乘以 1.5 倍的金额。好像还不错啦，四星的卡片。好，然后我们信件好像我们信件是不是又有了？哦，就是这个吗？哦，这个奖励有100颗钻石，然后还是四星的角色我们来看看四星的角色，黑色的邀请卡，要沙伦哦，是那个科学家四星的角色，好像都是四星的样子吧？这一次他送的都是四星，然后还有100颗宝石哇，我们现在可以换角色，啊，装备角色，像一开始的玛丽这个包包头还蛮可爱的，那我们这个角色能力强化很多，还有强化休息地的通行。通行费，好，能力有增加一些。沙伦，博士啊，那比较像大婶，大姐，也没这么老，比起玛丽就比较年长一点，年长的科学家。好啦，我们现在已经有66亿了，还蛮多钱的那这款游戏呢 ，Game of Dice， 还蛮特别的，有点像大富翁，但是它的步调还蛮快的。然后输赢还蛮大的，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那还蛮有趣的，可以试玩一下。但是你要如果要花钱下去，要三思一下，因为这个钱花下去感觉就是源源不绝的花下去，有点可怕。那毕竟这有点赌博的感觉，大富翁有点赌博的概念。虽然是游戏中的钱啦，但我觉得游戏还是轻松玩就好。那如果你真的要花台币去处置的话，不要花太多。花一点点就好，尝试一下就好，不要陷下去，有点可怕啊！这个，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Game of Dice， 感觉还蛮适合新年新年来玩的可以跟应该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吧？他这个好像没有开那个密码房的样子可能跟朋友好像没办法在同一个地方玩，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地方，好啦，总之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边啦，有兴趣也可以来玩玩看哦。好的，我们就下次见咯，感谢大家收看，大家拜拜。